来你们讲话，就是自我介绍之类的嘛。嗯，好讲。来，谢谢。我们五分钟前才选出团长的。啊。好，我就是那个临时的团长。好，然后今天家人朋友，然后还有很多独立人啊，还是我的家人啊，他们的家人。嗯，很高兴你们来到现场。挥手。好，大家好，大家好，好，漂亮。好，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做陈怡恩，我的母语名字叫当时干。再到。等一下，然后我们很高兴可以来到这边，然后看到大家，大家真的遵守我们的约定，留下一个美好的夜晚。好，谢谢大家，给自己一个掌声鼓励吧。好，各位朋友来喽，来喽，来喽，来喽。好，我叫齐路，然后对，很高兴你们今天的来，然后紧张，紧张会痛。好，就是。感谢大家，然后，对，谢谢。今天就想好享受我们分享的歌曲，对，这样，来，来。大哥呀，来呀，我叫喜顾，然后我，怎么了吗？我是本团唯一的一个女生，还单手呀？单手喽，是单手的。咦？这个梗不好接。对，不对。好了，看到好多人，有点可怕，我们紧张现在。然后谢谢这么多人愿意把这个夜晚献给我们。哎。好了，那下一位。哎，大家好。大家好。好，好，很直球。为什么是经典？我是团里面唯一的客家人，还有。前方归来花，我怕丢去。好。然后，怎么现在综艺节目我们？然后我是唯一的非男子，这怎么回事？好，讲一下你的母语。为什么你要马上据点？好了，你的母语名字，母语名字好不好？露一下，露一下，露一下，念慢点。马仁阿那米亚，预备起。马仁阿那米亚干，预备起。马仁阿那米亚干，预备起。预备哪里了，秘书？啊，哇，好，下一位。大家有经过都立的话，可以去他们家买东西。小开，都立小开啊！哎，不要这样讲，他家里有来。不能暴露身份，危险。好了，开玩笑的了。好，不是，也要邀请我们的重量级的贝斯手到前面嘛？掌声欢迎我们的贝斯手。大家好，我不太会说话。我是这个乐团里面唯一不是独立的人。哎，是更得的人。我叫巴拉斯，我是马的。好，感谢大家今天晚上能把这个夜晚献给独立人，谢谢大家。介绍一下巴拉斯，主演他是。马兰的朋友，那他有两个乐团，他本身有两个乐团，所以他非常厉害。他有帮一些歌手们配过贝斯，给他掌声鼓励一下，非常厉害。对，好，接下来就沈瑞副手了。好，第二首是。介绍一下我。好了，大家好，我们好，这里是干嘛不隆，大家。My name is。我是杜立的人，对，我家在杜立那边，欢迎大家有空来杜立找我，对，那
独立是个好地方，好山好水好山好，对，然后希望大家今天能够愉快快乐，对，那现在的我是现在的我，以前的我有八块肌，哎，多了多了，哎，好了啦，掌声鼓励了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唱一首有关黑哥多久没出现，也是我所做的，没有出来玩。这首歌叫做《独立》。
送个飞的情人带，对吧？